つでも男だけが痛い目に合わされてるさ早く逃げるのよ同志们好，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刷战功的地方。蛮奇的话感觉已经比较成熟了吧，那这个是杀敌20000。那么还有一个战报是在行军路上啊碰到的啊，那么后来这个初一到的时候一看，这个哇这个输出太给力了，自带9000，这绝地又是9000啊，普攻杀了3000多啊。因为绝地是到八赛季吧，到上个赛季玩董卓啊，藤甲的时候啊，想起了这个啊，要我应该是要拆个绝地，因为这个战法一直觉得没什么大用处，但是现在用的就特别爽。那么说不定后面再试一下这个跃进啊，跃进这样带，先乘胜再绝地啊，估计也可以啊，弥补一下这个士真先父啊，没有这个士真啊，说不定可以弥补一下。嗯，这个是顶着98啊，顶着98打了一对甘太城，那也比较满意了，就是啊，觉得这一对就这样了啊，基本上就这样了。那么说这个祝融的奶量高的话，是我这个赛季用了金国啊，是个性是点了金国的啊，所以这个女将都比较给力啊，属性增加了。嗯，那么怎么会想到这个玩这个玩这个管亥啊，怎么会想到用一下管亥的呢？嗯，一开始因为想到的是用华雄，因为这个赛季都知道我在练那个华雄嘛，啊，华雄的话是战法啊，勇者得前啊，再带一个强攻啊，那这样，那孙尚香同时也带强攻，那如果孙尚香的强攻没发动的话，结盟的时候可以再看主将强攻发动，然后兵书再带一个不勇则死，就相当于是让孙尚香提高自己的连击概率啊，就是这么一个一个想法和思路啊。那么如果说这个啊，我管亥没有啊，这个谁会想到留一个满红的或者什么管亥的，就是谁会想到去留着呢？华雄我也没有啊，都用来当材料抽典藏了，那怎么办啊？我现在也想玩这一队啊，那怎么办？那当然是无双上将了，潘凤当副将说不定有惊喜哦，拜了个拜。